你尿布吗？还是不用？哦，OK OK。哈哈。我要背着，你们在出去上班的时候，听到他们讲那些死人的。去夜市的时候，我的感觉，一见钟情，心里面过去，然后怎么解释出来？要分手。来，剧组准备。因为没有公平。来上。是吗？不。没办。放下。你知道你真的一点都不平庸，这么好这么棒的你，一定会，你一定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人脉跟幸福。十四至十一，十七至一 ，Take six。好。那我这边第十四，在场就 OK 过。你看演员休假，然后你出来找。就删掉。对，你是主。好，熊。熊。各个。熊。